大家好，我是 Tom， 回到玩足球小將思豪。8月18號更新了之後，出了個新活動，打夢幣8了，現在是8月18號至9月1號，期間限定任務做齊了有1400個彩球啦。第二樣就是抽鋪的，8月18號至8月25號會有一日一回無聊啊。如果是抽十連抽呢，就有一個 SR 選手確定的。同時開吹是三個鋪，分為 PW 屬性、SP 屬性和 TQ 屬性的。抽完之後呢，就會收集到這些 M 字的幣，可以去交換所換這個支援卡或者技能卡。首先看了個活動先，任務是非常之簡單的，累計任務就做齊曬21次的勝利，攞齊曬1400個彩球。打這個夢幣8的時候就有這個一日三回，只有50000戰力而已，非常之容易打的。這一關就主要用 SP 隊和日本代表隊就已經夠了，他們也有加成的。交換所夢幣8都是黑波加拆券、強化卡、限界突破4680都齊。如果想要10的話，就基本上是流曬所有幣了。另外呢 M 幣都是在交換所換到3張支援卡，有 TQ 屬性，最開頭都是增加全技能威力 20% up， 如果升滿了就 30%。 另外兩張就 PW 屬性和 SP 屬性的。另外 M 幣都可以換招式的，例如有射門技、反射技都有，到盤球、鏟球技，之後就 block 啊、傳球和呢個 pass cut 嘅，最後龍門接球和手錘都有得換翻。三個鋪都有一日一回限定抽嘅，記得抽翻啦。話曬都係免費啊！如果你係貨金咧，就可以抽右邊嗰個，就 SR 確定一隻，係十連抽嚟嘅。好，今日最後 TQ 屬性啊！好，咁全部都係兩星啫。咁今集玩到呢度，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